如果有呢種病係唔受理，有啲病係受理嘅話咧，就冇呢種病咁啫，即係啲小病。如果啲大事啲嘅，可能當然係好大嘅事嚟㗎啦。咁係冇咁即係唔受理嘅。等於你係一個非常之唔健康嘅人，隨時會咩嘢㗎？嗰啲係基本上要食激素，我老豆依家都食緊激素。咁內天包瘡，佢仲，佢只不過係內天包瘡。你如果係天包瘡，或者有一種好似叫做天囊瘡。